平時收工已經好攰㗎啦，翻到屋企仲要做埋家務嘅話，真係冇曬私人時間。不過如果你有 TP-Link Typo 系列嘅掃拖機械人，咁就可以輕鬆搞掂曬屋企嘅家務。如果你都好怕吸塵抹地嘅話，咁就要記得睇到最後啦，因為今次我哋仲會有 giveaway 嘅活動添㗎。喺開始之前，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，仲未 subscribe 嘅就快啲訂閱 Price YouTube Channel， 再撳埋隔離個鐘啦。講起 TP-Link， 大家可能都會諗起 Router， 但係其實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，佢哋都有唔少嘅智能家居產品噶。咁就好似係呢幾隻 Typo 系列嘅掃拖機械人咁啦。咁我哋而家先講下功能最齊全，可以為你做到真正解放雙手嘅 Typo RE30+。佢係一款掃拖二合一，識得自動雜塵嘅掃地機械人。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同時用咗 LiDAR 光學雷達同埋 Gyroscope 陀螺儀雙導航系統，可以快速掃描到屋企嘅環境，然後自動製作家居地圖，可以選定指定嘅房間清潔，設定虛擬牆又或者係禁區，例如 set 咗露台做禁區，咁就唔使怕佢會行出户外嘅地方啦。咁之後佢就會 plan 好清潔嘅路線，唔會亂衝亂撞，就算喺唔同光線嘅情況之下咧，都一樣可以掃描到。在清潔能力方面，它的吸力有4200帕，加上 HEPA 濾網，過濾 99.9% 0.3 微米的過敏源，可以輕鬆吸曬地面上的灰塵和碎屑，最多還可以連續清潔到3小時，一次過就可以搞定整屋的清潔工作了。而且針對地氈這些比較難清潔的地方，它還懂得自動增強吸力，就不怕吸吸下的時候因為吸力不夠而停了在這裡。Typo RE30+ 的基座亦都相當的小，只是高38cm， 不會好咗頂。它配備自動雜塵功能，入面一次性的雜塵袋就有4公升，當每次清潔完，它就會自動將垃圾集中在基座入面的雜塵袋入面。官方話可以連續用到70日，咁即係足足2個月可以唔使用人手清潔啊！除咗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啦，最重要嘅係更換過程簡單輕鬆，一秒就可以搞掂啦，可以完整封鎖過敏源飄到落空氣。除了吸塵之外，它亦都可以配合拖把去處理一些頑固的污垢和油漬。它有3種水流設定去配合不同的地板類型去使用，但是要留意，如果想濕拖的話，清潔劑最好就用專備拖地機專用的地板清潔液了。規格就講完了，我們都試一下部機的表現。我現在就將麥皮撒在地下，再開著部機等它清潔一下。這部 RE30+ 不單止可以完全清潔地面上的麥皮，而且速度比我想像中快。我在旁邊望著它行，它的路線的確沒有重複，也都沒有不斷撞牆，那就不怕會撞到屋企的傢俬又或者是櫃了。而且它有3重靜音設計，包括專為降噪設計的管道，再增加吸音棉和動態平衡風扇，令到風噪聲大大降低。官方說最低只有55分貝而已，那還靜過一個微波爐。另外亦都可以開埋電子安全鎖，防止小朋友又或者寵物誤觸而開到個掃地機械人，咁就啱曬一啲有寵物又或者小朋友嘅屋企啦。其實 RE30+ 唔單止可以獨立咁用啦，佢仲可以配合埋一系列嘅智能感測器，例如係 Typo T100 嘅智能動態感應器同埋 Typo App 去一齊用。平時多數用家只可以設定翻工時間，例如係下午3點自動進行清潔啦。但係如果你屋企突然之間有人上嚟嘅話，咁就可能會影響到你屋企人嘅活動啦。但係當掃地機械人連接咗 sensor 之後，就可以解決呢一個問題啦。因為佢哋會有個聯動功能，例如可以喺 app 入面設定 T100 感應範圍，當 T100 偵測到有人或者動物行過嚟嘅時候咧，就會即時通知 RE30+ 暫停掃地。另外亦都可以用 Alexa 同埋 Google Assistant 去做配對，用語音控制掃地機械人，夠曬方便啦。除此之外 ，App 入邊仲可以睇到掃地機械人同埋 T100 嘅聯繫狀態，仲有掃地機械人嘅掃地進度、電量同埋清潔報告，同時亦都會顯示 Typo T100 感應器感應到嘅寵物又或者係人嘅動態，方便用家掌握屋企嘅家居環境。不過要留意啦 ，Typo T100 嘅感應範圍同埋掃地機械人嘅清掃範圍都要 set 好，如果唔係咧就會超出感應範圍啦。而嚟緊 TP-Link 亦都會有更換配件方便大家去用，例如有磁石貼可以用嚟圍住一個空間去限制清掃範圍，另外亦都會有抹布、
雜塵袋、清潔 accessories 等等，去方便大家保養部機。而除了 RE30 Plus 之外咧 ，TP Link 亦都有其他不同型號的掃地機械人，分別適合翻唔同需求的用家。咁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規格表參考下。如果大家想入手的話，應該點揀好呢？好像我哋頭先測試嘅 RE30 Plus， 用咗雙導航系統，可以定制清潔方案，仲有安全鎖，咁就特別適合一啲屋企有小朋友又或者係寵物嘅朋友啦。而 RE30 同樣都係用激光雷達導航，只係冇咗外置嘅雜塵箱，咁就比較適合一啲屋企清潔面積冇咁大嘅單位，想揾高效率多功能掃地機械人嘅朋友啦。至於用智能系統導航的 RE10 就比較適合一些想找一款性價比高、操作簡單、清潔效果又不錯的掃地機械人的朋友啦。跟 RE30 Plus 一樣，有 Plus 就代表有雜塵箱，所以比較忙、不得閒成日清潔內置雜塵盒的朋友呢，就可以選擇配備外置雜塵箱的 RE10 Plus 啦。至於想慳水慳力就做到清潔的朋友，不妨考慮一下 RE10 Lite 啦，因為它 set up 的過程和操作都很簡單，而且清潔效果都不錯，性價比都挺高的。看完五部機之後，最大的分別就是它們的導航系統和有沒有雜塵箱，所以最主要都是看大家的生活習慣。不過我相信 TP-Link Typo 系列的掃拖機械人絕對可以滿足到大部分人的需要，無論你家的環境是怎樣，對於清潔要求高不高，它們都可以根據你的需要去配合生活。大家又會揀哪一款的掃地機械人呢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。另外也多謝 TP-Link 為 Prize 的觀眾送出 Typo RE30 Plus 掃地機械人。至於詳細的玩法，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資訊欄。我們很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，所以記得訂閱 Prize YouTube Channel， 再按旁邊的鐘。拜拜。